谢谢。握完手，仿佛在说感谢，感谢再感谢。立委费鸿泰正在服务处大门口边边，要送蒋市长离开。今天费鸿泰超级低调，这个双手何时举超高，想说的、要说的，蒋市长都帮忙说完了。那主要就是来关心嘛，就像我们跟巧心见面一样嘛，总是希望说整个初选的过程公正平顺嘛。那初选后大家团结并进，好，那赢得胜选。蒋万安关心送信选举，再安强调希望初选公平公正。就这么巧，下午赴议会参加蓝营的共识营。像巧心今天来到现场哈，正在积极的准备初选当中。蒋市长的关心似乎让新北两人交锋不再这么轰轰烈烈，但双方的火花可没说停就停。好同事啊，来帮我这个来扫街啊，是我莫大的荣耀。戴喜清戴议长跟呢过去的这个前议员，也是现在的民政局长陈永德陈局长，都非常的支持我，也非常的照顾我。看到费鸿泰的初选选成这样，心里面感觉到很痛苦啊。每一个民众都是快乐跟开心的支持徐巧芯，那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支持费委员的人都会比较难过或是痛苦。不过费鸿泰喊出这件事情，恐怕会让他心里不快乐。借用不要辩论啊，所以我尊重，我也这个接受他们的意见。党中央怎么都没有跟我这么说呢？现阶段蓝营不止在松信选区上演撕心裂肺，港湖也吵得沸沸扬扬。英秀姐就如她自己过去说的，她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作风。对于选举哦，我的经验应该不会比别人少。蒋市长关心恐怕要很多很多，这样选将们才有办法用爱选举。东森新闻 L 组陈建豪、王以诚、陈向宇、刘教在台北采访的。